Hello， 我係 Chrissy， 今日會介紹呢個 snacks。呢個 snacks 咧，企喺度同坐喺度都做到嘅，係一個膊頭咧上邊呢一個位置、頸後邊呢個位置到到肩胛骨呢個位置嘅伸展嚟嘅。咁咧教我嘅瑜伽老師咧，佢就稱呼呢一個做 Pop P.O.P 主教喎。佢將呢個動作叫做個原因咧，我哋做嘅時候咧就好似一個主教面對住群眾咁樣手向前攤開嘅。咁乜嘢 yoga snacks 咧，就係一啲簡單瑜伽動作同伸展 ，anytime anywhere 咧，任何地方你冇壓力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啲幫自己放鬆身體嘅動作，咁呢個鬆膊頭嘅動作點做啦？打側身俾你睇下，無論坐同企都好啦，肚臍向內收，吸氣升起膊頭，呼氣膊頭向後向下沉低，手掌心向前放鬆，吸氣升起膊頭，呼氣膊頭向後向下沉低，手掌心向前。正面俾大家睇下，好吸氣上嚟，呼氣膊頭向後向下沉低，心口向前，手掌心向前放鬆，吸氣上嚟，呼氣膊頭向後向下沉低，手掌心向前。心口向前放鬆，咁呢個動作咧，當我一個膊頭向下啦，你就好明顯會感覺到咧，平時成日攣住膊頭呢個後邊啦，同埋肩胛咧就會伸展得到，心口打開呢一個位置咧，都係 stretch 翻我哋咧胸前嘅呢一啲嘅位置嘅。咁希望今日呢個伸展你哋中意啦 ，thank you。